好好说，到底有没有了？就那些了，都让你们翻完了，没了。干起来！快！快点！把衣服脱了。脱了，脱了，快！啊，给我拿起来。再把护花抓子给你缝了没有了？哎，刘站长，不用了，把这给烧了。 哎，队长，棉拖能不能你把我衣裳烧掉，把我蹲死了吗？棉拖破成这样了，给你换件新的。刘站长，把他们带那边去。是，队长，这衣裳不能烧了，队长，这衣服不能烧了。走，队长，队长。王先生。 啊，你也过去。站好了。队长，这还真不少。哎呀，为了躲避定点收购，你们真是费尽了心思啊！明知国家不让私下买卖经商，政府收购价能差多少？值得这样吗？命都不要了。队长，有了，走。 这些金客子可把麻折腾够了，这些个淘金客真是越来越贵了。这个季节是淘金客快封孔的时候，他们内部很混乱，也是犯罪的高发季节。刘站长，哎，你们马上到黑风沟检查站，我们必须尽快摸清这些淘金客的人数和动向。嗯，我带人去哈巡沟，咱们保持联系。好，就这样。 Thank you.
哥，黑皮那个锁给泡掉了，把我们三组的金子全部拐带上走了呀！往哪咋跑完了？北方的韩兄哥他泡掉了，他泡不掉，大哥，给韩日，把他冻住。找着了，在这儿呢。这算咋办？二这儿，那就赶快坐。放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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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呢，然后到后宫迎文会合。是，赶紧去。是。阿里姆，快把他扶上马。好。贾米拉大夫，这个人不会有危险吧？您放心，看起来问题不大。嫂子，这儿怎么就剩你一个人啊？他们下山了，现在都转场了。下山已经没几户牧民了，我再待几天，就等你们青山队去下山呢。是等我们海队长的吗？大郎，这先放你这儿，我们一会儿就回来。哎，好，你们小心点啊。哎，走，嫂子。哎，好。佳米娜，佳米娜，佳米娜，你怎么了？佳米娜，佳米娜，你醒醒！嫂子，佳米娜，你怎么了？嫂子，你怎么了？肯定是那个淘金客干的。嫂子，哎，队长，你要干什么？别忘，队长，咋的了？去哪？队长，队长，说，冷静点，快开。说，大哥，我喂，队长，队长，快他们上苏医院，赶快！冷静点，队长。现在不是逃难责任的问题，你们说他会不会立刻逃回内地？暂时不会，他在草原上是藏不住的，而且在出山的路上我们有很多关卡，他应该会回到淘金客中去。现在是撞进分红的时候，分红完了淘金客们回老家，他一定会混在里面逃出去。老刘，哎，我看今年的青山工作要提前进行。好的，那我回去准备一下啊。这次你就不要去了，加米拉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局长，我真想亲手抓住这混蛋。队长，你还是别去了，
那家伙样子我们都记着，我们不会放过他的。山里情况我最清楚，我必须去。你们都跟你这么长时间，应该放心了。好了好了，都不要说了。我看先就这样吧。我是是是。你还敢回来呢？秦王大哥，不是的，我迷路了，让青山队给我抓住了，我是冒死跑上回来的。啥金子呢？都给没收掉了。哎呦！啥都敢说的，老毛，哎，把这个怂调进来。走！太大了吧，金子都敢往里吃的吗？太大了啊，把这个松放下来，来呢放绳子，好。你以为这是害你呢，这是秦王救你命呢。你个怂啊，胆子还大得很，啥你都往肚子里头吞，不是秦王厚道，再有半个时辰你娃子没命了。也太黑了，差点把我们一年的东西都黑掉了。就是我一天打工都是打的。别打的，哎，又没规矩，都给我讲讲。爷爷，你说咋办呢？太平，你说咋办？爷爷，金旺大哥，饶我一命吧。我家里还有个七十岁的老妈的，把这个松先绑上。起来，往进上，装了，往进上。饶我吧。装进门啊，凭的就是个良心。老金哥们都明白呢。挖金子的嘛，没有个人组成的，都要靠大家一起才行的。装进不交，把金子藏下了。俺老规矩嘛，要五马分尸呢。有这么个情况，你们都想清楚，我就不多烦。
这个金王嘛，也是大伙儿推举下的。这个金义庄完嘛，一散伙收摊子，就啥都不是了。可是我还想再复喊一句话呢。这个话嘛，你们听喊了，就是话；听不喊呢，就当我放个屁，一阵风就吹过去。我呢，还想再给他求个情，放他一马。凭啥呢？就凭这个宋妈还是个小子，他藏下金子嘛，也是为了救他老妈呢。再就凭嘛，更喊我们嘛，吃苦受累，背井离乡，一起混下的这个缘分。我这个金王嘛，也就是最后一天了，我给黑皮子担个保，这个宋妈以后再不上金山，就这么个话。你们看，行还是不行呢？就这么个事情嘛。不过偷点地嘛，是不是？哎，你说个话，我说啥呢？人家金王咱不说，咱们就咱们听你们。对了，就是，咱别说。金王就是这么的，你话多。老王，你把黑皮放开吧。Bırak Kazan! Hay cümleler! Oh! Her şey gelme! Tamam, orak, orak. Ara çıktı. Orayı bu. Han boran sokağa gelip jatır eken. Ha? O soksan nam Rahman esen köşüp ötüp ketsek bolur eken. Hay kara çay içsin de jemişsin. Oy. Ne oldu? Geldi. Hele geldi. Harlı boran gel yatır. Damıldan kovunmaydı. Merseleri cüstürüp dere koşuyup hani. Türkler. Peki biz Altay Tavların cüstüken adamlar mı? Niye karlı boran görmek? Niye istiyor korkamız? İnsanlar da aydılatın karlı boran kendine. Ben bana gezinde bir etik kesip durmuyordum. Öte korkmuş. Hey, hey局长吗？青山队什么时候出发？我已经想好了。这次青山行动我必须去，加米娜这边我已经安排好了。据气象部门报告，这次风雪是一次强寒潮的前兆，两天后会有更大的暴风雪。已经断电八个小时了，为什么还没有恢复电力？电力部门正在全力抢修，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供电、恢复通讯。没电没通讯，救灾就是一句空话。明白。刘局长，哦，217国道恢复通车了没有？半个小时前已经恢复通车了，但是通往山区和草原的公路呢，暂时还无法疏通，特别是山区，现在连马车都不能行驶。
到了，找到了！哎，回来，徐妈妈揍他了，快给我弄开！开好啊！找到了，开好，徐妈妈！找到了，找到了！哎，把铁锨给我，陆哥，大哥，你把我扯开！来，你看，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大金子定不复血，大血只是先进阵。哎，路上，我要在那干啥呢？上场大侠显灵吧，给我赐个金娃娃。陷阱阵，上场大侠显灵吧，给我赐个金娃娃。陆娃子，大雪大金，天赐良机啊！你说那不是传说？20年前就有人见过，可惜被大雪封在里头死了。我在这儿不求风闻，给金科子看风水，等的就是这九月九的大雪啊！老伯说，大金出世，复数百年。就是能看给一下，摸给一下，后人也能发大呢，这都是真的。咱能遇见，是咱的福气。陆娃子，不会有假。青山队，青山队，韩队长，韩队长，雷达，雷达。哎，这什么破电台嘛？天气变，它就犯病。哎，局长昨天还说是要提前请山的，这么厚的雪，咱们。自己都冲不去，苦了几个月了，就等着青山能回家，真好。大雪把路都封上了，我们出不去。你咋像个婆娘一样哭哭啼啼的？上头能扔下咱们不管吗？再说了，那附近沟里有上百个淘金客，他们的处境不也一样很危险？哎，刘队长，要不趁早咱们靠着两匹马把东西先拖出去，帐篷先放一下，过几天气温一降，出不去就麻烦了。这里不可能动，站长。早走比晚走好，你们想过没有？万一这些淘金客不出山，硬是往峡谷里闯，那怎么办？领导，请回话。哎，简单话，简单的。我是青山队，我是青山队。领导，请回话。领导，请说话。简单的，简单的。我是青山队，我是青山队。领导，请回话。领导，请回话。喂喂喂喂，这不叫电话，怎么回事？你连信号都没有的是谁？情况怎么样，队长？电话线断了，手机也没信号，真不知道该找谁了。这电台太破了。失去联系多久了？6个多小时了。雷达，你去写张纸条，让检查站的人稳住，我们很快赶过去。是。西山地区农牧业气象广播电台，现在播报地区抗雪救灾指挥部的紧急通告。于昨日19点开始的这场罕见的暴风雪，袭击了整个阿山地区。有些风口地带的气温已经下降到摄氏-45°，预计2-3天后将会出现更大的暴风雪，有可能创下新的历史记录。目前，很多通往山区的公路已经被大雪封住。阿山地区政府和驻军在车辆能够通行的牧区和乡镇设立了灾民救助站，政府要求牧民们尽快转移到救助站，以便及时救助。同时，要求无法集中的牧民坚持自救。不要放弃生存的希望，政府与驻军将会尽最大可能进行搜救。让他们进来吧。我是。好的，现在情况怎么样？方书记你好。你们要立刻抢救登山的。啊，专业人员。这位是青山队队长海拉提。金科子，金科子，快集中！沟边、河边出事情！快快快，走走走！大金娃娃不等人！快快快，走走走！金娃娃死了不如狗！金科子，金科子，快集中！沟边、河边出事情！根据我们最后一次清查，这个地区的淘金客主要分布在。这两个沟里由甘肃帮和宁夏帮组成，人数近200人。本来大雪封山之前，咱们有一次大规模的清山行动，可是没想到今年的暴风雪却提前了这么多天。这么多人被封在山里，按照现在的气温，他们一定很危险。山里窝的风，
气温暂时不会太冷。现在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些淘金客，他们不会往山下撤，而是聚集在一起，往黑风口里闯。这不是进不去也出不来的死亡谷吗？对，是的，淘金客们都有一种传说，九月的大雪在山脉上落不住，这样就容易找到大块金石的位置。老金客们都很迷信这个说法，他们很有可能冲着这场大雪闯进死亡谷。这死亡谷以前确实出示过大金块，由于是天然形成的，可以说是无价之宝。我估计他们会冒这个险的。如果他们硬往里面闯，有什么方法可以阻止他们？黑风沟检查站是通向死亡谷的唯一通道，可是那儿只有五个人，而且装备也很简陋。由于检查站电台已经陈旧，我们与他们已经失去联系。人命关天，王政委，可不可以调用边防巡逻的雪地摩托给他们青山队？可以，我马上安排，还可以给他们调两部新的军用电台。海队长让我们稳住，他估计淘金客很有可能要闯死亡谷。这就是大伙组合的粉子，闯得过去，闯不过去就看你们的了。谁要是有善始嘛，这个粉子就是谁的。要是把他们都帅掉了嘛，我咋觉得不公平啥？哎，你知道啥呢？今夜佛了，那个地方嘛，进去的人多了就是生死呢。要是万一找不见大金子，咋们交代呢？叫我佛吗？大雪大金。既然老天给他这么个机会，我们就不能错过。马二姑说的对的呢，要是真的挖到大金子，哎，我们的裤子不就熬到头了吗？好嘞，今天嘛，我们就以水当酒，等找到大金子嘛，我们把茅台酒成全了喝。好嘞，茅台酒。来，干，来，隔壁，你也跟上坐啊，画个佛的箭头，到时候粉丝没有你的。来，撤，撤，撤，来。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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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从前面截住他们，快！子玉几个树塞的嘛？秦三队的村长冒出来了，冒出来，朱砂打死了。秦牛选出的鸡王，站出来！哎，朱大壮呢？哎，金牛看见了，庄主呢？金牛，大家听我说，黑峡谷里有没有大金大宝？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今天你们闯过去，只有死路一条。我海拉提和你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明白不少兄弟，背井离乡来淘金。也是被逼无奈的，康雪救灾指挥部已经决定，绝不没收下山淘金客的金沙，也绝不强行收购。这一切为了什么？就是不希望大家把命白白的丢掉。再过几天，这里会有更大的暴风雪。金王他们都跑掉了，我不欠大家干啥呢？我不吃了。林队长，我们听你的，你说三百就三百。好，谢谢你们信任我。现在大家全部返回检查站。等待救援，男人们都到了，大快起飞！大家都到了，男人们进来吧，快点！要听见吗？慢点来，一人一勺，一人一勺。哎，慢点，慢点来。等救援队来了，我们什么都有了。我们这没什么东西啊，对不起啊。哎，慢点，慢点来，来，慢点啊，来来来来，一人一勺，慢点来。这个。小周，你快去用新造电台，马上给指挥部汇报这儿的情况。哦，是，快。哎，队长，那个家伙没在那些人里头，很可能是跟着卢大壮进了死亡谷。也罢，这是他们自找的。没事，装得跟牛一样的。大叔，按规定，每一个救助回来的老人和孩子都要做一次检查，要不然我们不放心啊。哦，那谢谢您啊，没事，再见。再见。下一位。我们组织了近百辆马拉爬犁，分别去四个牧业点，现在马上就出发。您看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一定要注意安全。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各救灾点对灾情的初步统计已经出来了。到目前为止，大小牲畜一共死亡72000多，而且还在不断增加。有没有人员伤亡的消息？由于及时设立了救助点，除了地质队有4名人员冻伤以外，没有其他人员损失的报告。王政委，到，可不可以用军车调用更多的草料？我们不仅要救人，而且要最大范围的救助牲畜。好的，没问题。王书记，这些物资和爬犁都是去黑风口检查站的。黑风口的路很难走。要找一个非常熟悉路的人才行。问题不大，我们把乡上所有的青壮年牧民都动员起来了。一定要准备充分，将近200人呢。指挥部不允许有人员伤亡报告。好的。哎，马乡长，我带你们去黑风口。你呀？啊。哎，不行不行，老谭，你这么大岁数，这可是去救人的呀。就因为去救人，我才必须去。什么时候？黑风口的路都在峡谷底下，随时有塌方的可能。没有人比我更了解阿山呢。阿肯大叔，谢谢您。我听说你们家也受了灾。哎，我们家冻死了一些牲口，这个政府会帮助的，这个你放心吧。黑风口上有几百条生命，我一定要去。好了，你们应该把被抬来的扫帚，哎，把扫帚扫帚扫帚。
共是152个人，逃亡死亡路途的淘金客呢12个，我们得抓紧时间把他们追回来。我们能把现有的人安全的带回去已经不容易了。可是上头让把所有的淘金客都带回去。是的，我们已经控制了绝大多数的人，等救援队一到他们就可以安全离开了。蔡队长，我觉得你是自己骗自己。刘站长你知道吗，在贾米拉的凶手就在那帮人里头，早到现在还生死不明，可能一辈子就这么躺在医院里，我们怎么再去救他呢？队长，你说这些干什么？韩队长，指挥部要和你通话。我是海大底，情况我都知道了，救援队可能在10个小时以后到达你们那儿。另外，你必须立即把淘金山的淘金客全都追回来。方总指挥，这难度太大，恐怕我们不管难度有多大，只要有可能，我们必须尽全力救助每一个生命，这是我们的职责。我相信你，了解你的情况，只有你可以完成这个任务。好的，我会尽力的。有情况直接跟我联系。是，队长，死亡孤独路我们谁都没走过，太危险了。我从小在阿山长大的，问题应该也不大。萨迪克，雷达，哎，你们准备一下，我们马上出发。是是，队长，多带几个人去吧。我们人手本来就少。这些人情绪波动大，不能放松警惕。队长，咱那几辆雪地摩托都没油了，咱们怎么走啊？这条路咱们只能靠徒步了。都跟着我，小心点儿。往山梁上走，这么走一定有他们的道理。我看他们当中有人很熟悉阿山。哎，跟上，快点！大叔，一路辛苦了，喝点水啊。哎呀，这个山谷里没有风，危险外头难怀疑的。这天气的变化谁也说不好，我看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赶紧走。行行行，别着急，我正在安排。阿里莫，你去看看，让他们抓紧点啊。同志啊，人都在这里吧？都在。哦，还有十几个人跑进山里去了，海队长已经带人去追了。往哪去了？死亡谷。什么？你说他们进死亡谷了？这就是传说中发现枕头金的地方，金客们把这里叫金子谷。我查过资料，在民国28年，也就是1939年的秋天，有300多淘金客闯了进去，后来由于发生雪崩，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着出来。到第二年春天，尸体开始腐烂，山谷里所有生灵都被传染上瘟疫，连狼群都没有幸免。从那以后，当地的老百姓就管这里叫死亡谷。就是从这座山梁一直走过去的。那是一道廊道啊，没人能活着走出廊道。你说的是廊道啊？廊道就是狼走的道，对付二排山的雪狼比人精明多了。山里有很多流动的穴位，只有狼可以来去自如啊，不会陷入血坑。这条路非常危险，不熟悉廊道的人带路是不能走的。20年前那是雪灾，死了27个淘金客，当时救援队就是在一个上道带领下走廊道进去的。我们马上腾出两个雪巴里子进去，要不然他们会永远留在那个里面的。好，我立刻去安排。咱们这么做值吗？干咱们这行的就是吃苦的命啊。我倒不是怕吃苦，关键是那帮金客的全都是一些心狠手辣的家伙，为了金子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对，行了，拿着，您听我说，
今年休假，我们打算一家人到乌鲁木齐转转。您上飞机了，是蒋米兰为了给病人做手术，把飞机给误了。后来我埋怨他，可是他说以后出去玩的机会还很多。但是，医生救病人这样的机会是不能放弃的。其实，咱们做公安的也一样，那里面毕竟有12条生命啊。走。全都吹没了，都别动。卡拉提，卡拉提，你们在哪？卡拉提，卡拉提，卡拉提，我是卡拉提，我是卡拉提。你们到哪里了？我们快到谷口了。救援队将在死亡谷谷口与你们会合。无线电台联系的频率是28563拐，重复一遍，28563拐。明白明白，我马上与他们联系。小心队长！快往下滚！行，我腿动不了了。老大哥，你没事吧？我没事，可能电台摔破了。怎么样？不行，腿动不了。快把绳子拿来！是，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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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通向死亡谷的必经之路。萨迪克，你和雷达在这儿等救援队，我还是抓紧追上他们。队长，让萨迪克和你一块去吧，一个人太危险了。不行，这里随时都可能出现狼群，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队长，要不还是等救援队到了再说吧。死亡谷的情况很复杂，早点把他劝回来，就少一点危险。队长，你一定不能去，都别争了，这是命令。方书记，我们和海拉提他们中断联系已经有3个多小时了。另外，最新气象预报说有强冷空气入侵。如果在明天16点以前他们还不能出来，这暴风雪一来，死亡谷的温度就会下降到-50多度，到时候没人能够活下去。精卫，妈，这传说都是真的啊！真的吗？这不是祖上三代的旧把式。这是老道人的个。对对对，滴答答。
给咱赐个金娃娃，金子娘银子店，金客的关系金屋店，金山到银山县，金山市的爹妈们，来，爸爸，好啊。赛迪克，我没事，你快穿上，我可以跑一跑，活动活动，就暖和了啊！我真没事，我看你气色不太好。说啥呢？我好着呢。我去弄点柴火去啊！20年了，知道这儿的也都是我了。这是老天给我们赐下的好地方。爹啊，你是真正的高人啊。这还一口泉呢。喂，水是热的，怪不得这么暖和呢。冬外冰天雪地，冬里温暖如春。奴娃子，这是大金出世的征兆。啊！要走了，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哎呦，看撅兔子也是淘金子啊。这些苦头家子都是我们的同行。二兔，哦，把他们再收拾一下，你帮哥挖个坑，现在把他们都埋好。兔兔这边站。冷三娘，快先收拾。快给两个脸子啊，来来来。哦吼，这地方咋这么多骨头匣子啊？哎，你再到洞里看一下去了。哎呀，里面黑得很。哎呀，把马灯点上嘛。来来来，快点。来，哎，慢点慢点，不要搞散掉了。来来来来来，杜大哥，慢点慢点，往里头。哎，别搞散掉了啊，慢点。咋地哥，你怎么了？咋地哥，咋地哥，咋地哥，我掉进深坑里了，救我！咋地哥，要是电池能成金，你就变个金娃娃，你就变个金娃娃。金爷，不是说的一镢头下去，镢头金就出来了吗？现在人都喝的两眼睛冒金星的了嘛，就是有金子也挖不动了。站住！少气的话不要说。二兔。哦。你把大伙带下的干粮都集中起来，好啊，定量分配。你们看行还是不行呢？我看行了，你们呢？啊，快下快下，多少快来？行吧，来来来，慢点。来，我可以搬给你。那就这么讲。哎，你这，哎，快点。不错。哎。
你的主力把茶烧好啊。青年，走，我们赶会儿。走，走，赶会儿。那行。是，忙啥呢？啊，快坐。喜欢你呢，真的。你走，你走开，你别过来。你不要怕，不要怕，我给你看个东西。给，这是真正的红宝石，金贵的很。我不能要。拿着它，拿着。我跟你说，图图，你不要看，现在谁都可以欺负我呢。一旦真东西挖出来，真正发财的就是我一个人。真的，丫头，你不该来这儿。只怕你像亲大大一样，我们是听哈你的才跟哈来的，你明白那啥？站住！前面有个人。是雷达！啊，雷达，雷达，雷达！快，把他们的车给开了！
来，慢慢跑。哎呀，慢点，小心小心啊！快，衣服解开，解开。把袖子给，买房了。冻得太深了，恐怕保不住了。这个，队长，放马上了。是。什么？我在雪山干了10年特种兵，只有这个办法才能保住雷大双腿。接点马血，快把雷达抬过去，来，快点。这马肚子里热的像个炉子，能把寒气拔出来，可以最大限度抱住他的双腿。我在部队的时候就这么干过。来来来，拿毡子帮助凤过来。他醒了，雷达醒了。萨迪克，你说萨迪克，他怎么了？他在哪儿？在哪儿？站长，现在看来情况很严峻，你们要尽快找到海拉提和那些淘金客。根据阿肯老人的判断，我们大约在2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达目的地。请指挥部放心，我们会竭尽全力在16点之前撤出死亡谷。一点吃的都没有了，实在是干不动了。哎，这枕头镜子到底有没有啥？谁知道呢？我们在这磨白天磨黑的吧，连个青纱都没接上。说不准我们都饿死到这了。我还有两个娃呢，卢哥，不行咱们就回吧。再不走的话，哎，我们就连着白骨子家子香了。就是的嘛。哎哎，咱净说些丧气的话噻。既然来了嘛，能空手回去呢吗？我们苦也受了，就差最后一哆嗦了。不行，我看我们大家坚持一下。老方，咱们坚持一下。坚持一下。团长，你那么凶干啥呢？我们又不是你雇上来的。这张子谁怕谁呢？确实，就是。行行，那我们换回去就行了。回家住不行吗？现在有啥好好说噻。哎，你放上个话噻。大金之地不腐朽，这是天理。咱没见着，是咱没这命。老死的该死说开，都是听了你的话，把我们知道这了。你说回就回的吧，我打死你们！还坐着干了？说开！哎，给小玉，给小玉，开！哎，我和你们拼了！你们是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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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丫头！
这是海队长留的记号，我们快到了吧？有个前面的那两个山坡子就应该差不多了。小郑，走，马上跟指挥部联系，告诉我们的方位。是，我一想，后面两个，队长。姓海的，你想干啥呢？我们都是些守汉坤的金壳子，你还要把我们卷了上皮呢吗？鲁大壮，你们已经走到死路上了，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金壳子没有怕死的，我跟你说啊，你不要想堵我们的进路。鲁大壮，你必须马上跟我离开这儿，我没时间跟你们解释。来，有种朝这打，来，打啊！开枪啊！打他！把枪给你下掉！放开！枪在这枪！快！把棍放下！快！保护盾！放下！他咋了？快下来！到两个来。大家不要慌，这只是局部的雪崩。你们看这温泉，死亡谷的地底下都是热的，这么大的雪山，靠近地面的雪会渐渐融化。要知道的，所以才会发生连续的雪崩。刚才的雪崩就是枪声引起的，我估计问题不大。现在咱们大家一起把雪崩。妈咋撞倒了？撞倒了，这个不会打死吧？他咋了？这个松撕不哈。老方，把这个松线给我绑上。行。来，绑结实点。哎，他枪呢？没钱。枪多还枪快。枪哪去了？这树树屋里。啊，把枪找到，给他藏起来。快走开！你们快把火灭了，火会烧掉洞里的氧气。大家快把雪包开，离开这儿。都是你惹的祸！干啥呢？干啥呢？我们是来挖金子的，咱不能胡整。海队长是政府的人，惹还认命呢，非也跑不脱。你们听我说。用不了多长时间，第二次暴风雪就会来，到时候可能会发生连续的雪崩，整个死亡谷都会被大雪填平，我们都会被埋在里面。你说的啥？鲁大壮，你是他们的头，你是想在这里等死，还是把我松开，我们一起把雪挖开，离开这儿？你做个决断吧。应该听他的，咱还是活命要紧。现在也只能这么假的了。对，哎，听他一口。哎，行了，咱不说了。我们按你说的做，可是你还得受点委屈呢。我们要服气以后才能把你松开呢，不然你还得找我们的麻烦。你放手，王光，把火把熄了。熄了。来，马总监，坐，把东西全挖开。坐，坐。那，把雪包后撤。兄弟，你不着急，枪在我这儿呢，你放心啊。大姐，那你快把枪还给我。不行，我们有规矩呢，出去了我一定给你。这里面厉害，我知道了。大姐，往上坐。
帮我把绳子解开好吗？我不敢。你不用怕，相信我，如果没有我，他们还会相互争斗，到时候我们都会死在这儿。你想想，来，快，不要怕，快！血往亮膀盖啊！来这儿，哎，行行，媳妇可乐大。从哪来的？村给你的。说，从哪来的？这是咋了？啊？啥事情啊？大姐，把枪给我。不行，快给我，必须给我，大姐。你不用怕。来，你过来。哎，这戒指是谁给你的？说出来，别害怕。何队长。苏坦呢？我们安妮第一次挖雪人呢，你还想干啥呢？何队长，何队长，哎，何队长，都别过来，都站在原地别动，这是我跟他的事儿。哎，何队长，可不敢再开枪，要是再崩个一火。我们谁都泼不出去啊！去外面看看，告诉大家都把衣服穿上。好。马上都小心，今天的天是地面。小心点，尽量贴着地面走。一会儿出去，你自己去换个机会跑吧。陆大哥，我咱们家报答你呢。这话不要放，哎，家伙你拿。关键之后不要忘了抓看点别的。我明白的。你明白啥呢？我啥都明白的。陆大哥，老爷子心歪着呢，你对他千万不要手软，真的。哎，我怎么样做还要你教呢吗？哎，你这个怂是不是对上个机会连我也想走掉呢？我不敢，我哪们家敢的。大哥，你说啥呢？这是最新的卫星云图，你看这儿，情况很严重啊。现在已经过了13点了，救援队还是没有找到海拉提和内金克。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他们都会被困死在色湾沟。是这样。现在看来只有一个办法。冲到林子，大家都跟着我走，都小心点，可能会有雪坑。
如果不出错，很快就能遇上救援队。山我就放人了，不要逼我。外孙别动，听我的。不要逼我。别看，不要看。看好了，六号部队停下。法律会制裁他的，你们打死他一样是犯罪。去把个老爷子打不成了，那出人头地了。我早看那个老汉眼神不对头，说不定他找到打钉子了。要不要赌通了，我们要掏公道的，你得罚款啊。就是就是，走，你难道真的和狼烟贪婪吗？哎，你们看，两个爬犁子，是不是救援队长？就是两个爬犁子，可能来了吧？救我们是来了吧？真来了，救援队真的来了，你们干明白了吧？这次我们是白看来了吗？那不是白来。哎呀，行了，咱不要燃了噻，我们跟上他走吧。就是，咱让家不来，命都保不住了。好了，走，大家赶快和救援队汇合。行了，那咱们就走吧，我们走，走吧，走，去死吧。你就让我看看一眼，我这辈子也算没有白活。就是为咱们这个东西才来到日市上的，你不要怪我。来，拿出来。
上，大金大王，两金三代，你要遭报应去。哎，你再不要给我装神弄鬼了。这么些年，我把你还不清楚吗？我一直把你当亲大大养小金了，这个正头金，就当你报答我的吧。老爷子，我会给你立个后背的。哎呀，今儿怕活不过去了。公元2001年10月18日晨时7:49，甘肃天水人士庄家村庄姓长子庄有才见证大金处死。大金壮士进阵，尘肺足金，金中极品，苍天为证，苍天为证呀！姓海的，谁都不要想当我的金炉，我不想杀你。你要站住！你必须马上跟我上飞机。站起来，跟我上飞机。你别愣着，赶快跟我走，快点。不要管他了，走吧。不行，我一定要追着他。你莫看，他已经疯了。把你们都放了我。你快走吧，你别管。你快走。快走，快！有个前面山包，这应该可以看到飞机了。你快走！雪布哪来的？雪布，雪布，雪布呢？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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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了，快到
谢谢你，老兄弟，我没有认错的话，20年以前我就问你，啊，我们都老了，来，吃点东西吧。 这块是朕的，要不是你们，我亮子都没命了。我不敢拿着这东西，我不敢留，它应该交给政府。